马姐的性幻想对象打公开。请问马姐老师们，你们的性幻想对象是谁？地精、鼹鼠女。真的假的？性幻想的应该在圈内的吗？对。马姐久违的舞蹈重现江湖喽！请坐，请坐。今天呢，跟舞蹈其实很有关系的，因为最近啊，我觉得华人的音乐世界多了这个感觉呢，是相当不错的，就是嘻哈的元素。嘻哈元素呢，想先请问一下妹妹，最喜欢的嘻哈歌手有哪些？来，妹妹 ，MC 哈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上次来，我觉得他们好可爱哦。哪一段最可爱？就是他访问他会害羞，他就没有来，然后就觉得好可爱哦。哎，热狗现在应该在电视机前面看嘛，有没有什么话对热狗讲的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为什么？好烂啊！还有谁？小雪。那个潘玮柏。哦。他的 MV 很好听，然后就是感觉给人家很嗨的感觉。好，还有谁？请举手。鬼娃吧。那个 Much。嗯，就是一部很嘻哈的样子，看到他们就想要用用。你会不会唱他们的歌？只会一句话而已。哪一个 ？Why Much 底对底加底加就只有这样。那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然后。你自己嗨，因为嘻哈要带动情绪，它要自嗨啊。那你就唱 Why Much D 对。你自己唱看 Why Much D 对。Why Much D 对。哎，一起来。啊娘喂，这个场子都被你搞得那就乖呢。喂娃娃，你一颗真的不会炒热气氛呢，今天可要好好学喽。不过他刚讲的没错了 ，Maggie， 在这几年呢、啊，在这几年的华人乐团啊，掀起很大的旋风，而且带领了嘻哈的风潮。今儿个呢，就请到了我们的 Maggie。总算来我们节目了，终于有机会来的。哎，平常是有在家里有看过，有看过，对啊，很好看。啊，每天看了、啊，对对，很好看。那你们看的角度是都在看你啊，我在看你，来你，看美眉交换。我听我的妈姐，哎，快，我让你怎么？算很挺了、啊，对，我们再往那边一点啊，因为在这边啊，就是要。先稍微分享一下他们这个年纪啊，你们自己的经验，18岁以下的时候，大哥先来哈，大爷，对，怎么样？18岁疯狂的经验呢、啊？18岁，十八岁的时候啊、每天都念书，还有我爸爸就差我爸每天我起床，我爸心高不公。我说哎，干嘛打我？因为你等一下就已经做坏事。我打先用完就对了。真的，每天我爸爸先打我一巴掌。我说哎，干嘛？集中营吗？你下次的去。一定就我爸爸知道我会做坏事，先打。你爸爸很严格。他、晚上回到家又打，感觉很像吃个饭就要打一次。好哎，导播特写给他，特写。跟爸爸讲一下，当年呢、啊，
Oh. 我都讲过，我也跟我爸爸讲过啊，每次输那种念书的成绩都回来，爸爸骂我骂死，我说都是你每天打我头，我现在对对。因为现在你也不会怪爸爸嘛，因为他对你好。来，我要借这机会感谢爸爸一下，来来，感谢爸爸，感谢大家都有感谢，来，谢谢，温馨温馨的，温馨的，对对，爸爸讲的话，爸爸都是啊，就这样子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我们妹妹有问题想要问大家了，来举手发问，来，来李明，请问马吉老师们，你们的性幻想对象是谁？哎一个一个讲，性幻想，你先呢？性幻想一定要演艺圈的女生，现华人呢、啊？丽晶、严淑敏。真的假的？走遍大江南北，吃过山珍海味，然后换换口味。我就觉得那个叫口味，你把我们的丽晶姐当成口味。怎么说？你很有幻想过跟他们怎么样吗？就是觉得对啊，老是幻想一些什么漂亮的明星没有意思，对啊。那你幻想他跟他怎么样？就叫他穿着大象内裤给我看。疯了！你是丽晶吗？丽晶还是谁？严淑敏。严淑敏。丽晶跟严淑敏，好。那大哥要不要最后讲？为什么我要穿？我压轴啊！压轴，好吧。你先的，爱的话你先。其实圈内的，圈内的应该有大，应该大部分都有想过。哇，也太贪心了。除了翻翻之外，对，你在讲中肯的。除了翻翻，想一个，想一个，没有，没有。哎呦，有没有想过？曾经有想过？有想过啊，可是也不是，就是有想过跟他交往会怎么样。进一步的接触呢？进一步，我觉得这还要考虑啊。你现在在红娘节目啊，性幻想还要考虑啊？好，飞了，你是飞了，好吧 ？OK。其实自从看过你那个男扮女装之后，我就对你有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什么时候能扮女装？其实自从《战斗三》开始演之后，大家的形象都改变了。那你讲一个，讲一个吗？你说除了你之外吗？你不要讲了。那一个啊，选一个。那就志玲姐好了。林志玲。对，因为她穿过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服装啊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女生。林志玲这正常啊，正常男生都会心动。对，林志玲。林志玲。我性幻想的对象还蛮多的，真的。讲。其实我对周围的工作人员有见过的，会有那种性幻想。谁敢跟你工作？没有啊，演艺圈的，我们公司的，Elva 合作过很久，阿妹姐，然后我叫阿妹姐，还没那么老，孙燕姿，大 S、小 S， 马伊，太贪心了吧？然后陈建州，你不要问我干嘛？你所以你看过面，你就突然会想起来，对、啊。有的时候了，这个变态没有，同事现在就幻想跟幻想，其实我很跟他们没有那么说。我同事现在看到你都要这样说了，慢慢来啊，来说。好，大哥要讲一下。压轴，压轴。压轴啊，对不起，我是最无言。性幻想的应该在圈内的吗？对。嗯，没有了，都爱过了。你这样讲太恶心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。嘿嘿 ，Jeff 大哥，做人别这么不诚恳嘛，透露一下又不会怎么样，更何况我们是我黑社会。那紧接着还有问题嘞，来姚彪，我想问老师们，如果在夜店有三个女生，就是佑佑，然后 Apple 跟鬼娃娃，你们会想把哪一个？啊，那下来一下，点名的，来来来，刚刚点的。又有鬼娃娃，鬼娃娃，你先开始。不是，你要跟他们表白。
哦，我要跟他们表白。对，假设你要跟他们表白，你要夸奖人家，然后讲一些心里的话，来，准备，女娃娃表白 ，Action。你的衣服好好看，你去哪里买的？真的吗？对啊，在日本买的。就是，我有点想尿尿，可以带我去。你别夸他了。你这是一种提示吗？你是搭讪还是性暗示啊？零一分钟的零分，鬼娃娃，你最难猜的方式可真是独树一格，小弟我实在不敢领教哎。来 ，Apple。要锁定一个吗？好啊，五个锁定一个啊，试试看。那我锁定这个。好，你好，没问题，稍微前进一点。你好，我叫 Apple。你好，我是小崔。你好，我觉得，你给我的感觉还蛮舒服。好像有沙子哎、欸！真的，你要我帮你？对，你要帮我。可是我不帮人家吹的。我需要有沙子。不要这样。你坏，我坏吗？你坏，对不起。我要锁定错人了，老大。你对不起，你把这一套拿去 gay bar 吧你。是不是我看你的节目看太多，不能这样。啊，这个要延续下去，他有招，你要配合他，你要稍微被动一点。好，下一次。我眼睛好像近。真的吗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对，你要帮我看一下。那可以再近一点吗？不用那么近，你帮我看一下我们东西。没有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对，看。时间忽然静止。然后呢？好像好了。真的吗？对，谢谢你。那我可以跟你留个电话吗？不方便了。我打枪。好，哎呀！继续。配合，还来啊？有没有？第二次。你的眼睛好像又进沙了。好，那我帮你吹。帮我看看就好，帮我看一看。这样有没有配合到？啊，配合，掌声鼓励一下。F 这招还蛮新的。谢谢。两只眼睛的，来，最后又。锁定一个，我要跟大哥。大哥，哎，可以。拍大屁了，我会不好意思。骗人。就是要不好意思。你配合他一下，他主动，然后你是被动。那可不可以给我那个就是嘻哈跳舞的音乐？嘻哈的音乐，嘻哈。哇。舞厅的感觉。对。哦，在夜店 clubbing 的感觉。哦耶。哎，玩开心吗？我在。真的。现在你过来，我叫你开心。跳舞。都变了，没有，我没变，我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很害羞，我本来就很害羞。那因为，但是我最喜欢的三个里面，我最喜欢他。就刚刚看完了，我不要带人家去尿尿，我也不要带人家吹啊。他还说要不要试试看那个舌环啊？这个是比较外放的，比较好，外放。那我问一下，你们会选择谁？大哥选的是悠悠，你觉得会？悠悠，应该会选 Apple 吧？为什么？麦克风谁的？我还都喜欢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蛮有创意啊，就是眼睛，就是。不管就是找一个借口去跟你靠近啊。Apple 不错，谢谢。小崔，我也是选 Apple。对，然后我要为我刚才的行为为跟 Apple 道歉，今天只是开玩笑的。超级大，真是啊，给掌声鼓励一下。对，我应该会选比较主动的，
对，佑佑，佑佑，对，好，恭喜 Apple 佑佑，鬼娃娃，哎，八下电车啊！因为妈吉今天来啊，还是要着重在他们 hip hop 嘻哈精神上面。大哥，这个嘻哈文化、啊、还是要现场稍微帮我们表演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那第二个是不是先来一首？好，下一首叫《屌》。屌，掌声欢迎。Yo yo come on， 霸气，黑色，黑色 ，yeah yeah yeah， 霸气大哥，从小学就唱着作弊，还是没得过 A， 顶多 B， 掉到 C， 摔到 D， 直接跳过 F， 拿到霸气，现在混到好几千个兄弟，参展好几亿，让台湾出国际，我的 LJ 跟 LP 还有力，很大声内地，我是十四亿的第一，所以我最有资格教你们什么是屌，霸力天堂屌。台北一零一更屌，鱼子鹅肝屌，鹿肉饭更屌，人民马铃屌，金门橄榄更屌，飞利浦屌，马吉吉布杰更屌，富士山屌，阿里山更屌，普吉岛、巴厘岛屌，海外跟塔希里更屌哟，我的宝岛最屌，屌，这个叫做屌 ，Come on， 就屌，我要你们大声叫，屌，这个叫做屌，这个感觉屌，我要你们大声叫，啊耶！受罪 ，We got 受罪 ，We got 小罪啊啊！黑社会屌，我爱黑社会更屌，不记得没屌，一九八七更屌，七十二变屌，三十六计也屌，十八招更屌，中可不玩，莫名其妙，他那样哪里屌？我很爱国屌，他长得很爱国才屌，法拉利屌，法拉一粒更屌，无法笑话，拉比你最屌。华纳帮我发片屌，阿妈帮我发片更屌，啊你还在包尿片更屌，仙人屌，遇到仙人跳更屌，当老鸟屌，卡到鸟更屌，睡觉屌，睡到一直叫才屌，科学面屌，蝌蚪在里面更屌，空手道屌，大哥又迟到更屌，哎我也要讲了，我胡说八道最屌，底太工厂我包不真真汉堡，麦当劳只是打算卖猪脚。做完 M 喝醉枪炮顽皮爆，好了 Kitty 内裤被史努比脱掉拿去送给加菲猫。跟大哥宣传出六星级酒店屌，大哥房间塞满酒店妹更屌。我说马吉你们说屌马吉屌，估计很屌，估计最屌，一百送两粒更屌，那就折不屌，啤酒折才屌，马吉屌，这就是乱黑猫的料，一样两只脚舞跳的比黑人还屌，在哪里都是国宝，动不动就算头条，擦屁股都用钞票，出门都不带保镖，不需要小弟帮我单挑，我做哥哥让大家靠帮你照，我们是东方的骄傲，屌，这个节奏屌，这个感觉屌，我要你们大声叫，屌，这个节奏屌，这个感觉屌，我要你们大声叫，屌。马吉出场果然气势不同凡响，实在是太妙了，我一定要去 KTV 唱这一首歌来嗨翻全场。我们班妹妹啊，其实就是很喜欢嘻哈的元素在现在的歌曲里面。对，看得出来。他们也很想要学一学饶舌歌啊。第二个是不是老师帮他们稍微上上课？好啊。刚刚你们还没出来之前，他就说他最喜欢马吉。真的？你们可以让他过过瘾，因为他很喜欢的马吉迪堆，他在前面，然后你们就迪加迪加。他想要当 lead vocal 啊。好，好不好？真的。OK 吗？就是 B-box， 然后让他感受一下他自己是女饶舌歌手。来，第一个是我爱马吉弟，对，我爱马吉准备好了呗，我爱马吉。你要凶一点，像你要去尿的时候，哦，得憋那样憋很久。大声加油！对，态度，好，要有态度。大哥，你先教一下态度，因为他很害怕，每次会尴尬，任何事情，要态度大概是怎么样？
你有没有恨的人？有。有。嗯。啊、你想那个恨的人，然后你就是对他讲，比如说那个恨的人有欺负过你，还怎么样？我先问一下，你恨的人是谁？教官。怎么讲出来？教官在看电视。教官有在看哦。为什么恨教官？因为。他讲话很难，都很难听。对啊，嗯。哦，那你现在想当教官？嗯，有一点在呛他。好好。用这种方式。嗯，好。哦耶。我就在那。在前面。好。不然你先这样啊。我要绕全场。教官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先单独看，没有音乐，我看你那走位可不可以？就拿着，因为下面的观众啊，就绕全场。啊用力，哎呦，你准备了？嗯，准备了啊 ，Come on， 嗯。Match 第一队，底价底价，欢迎 Match 准备好了没 ？Yeah yeah， 欢迎 Match 到你了。吼吼吼，再来一遍。欢迎 Match 第一队，底价底价，欢迎 Match 准备好了没 ？Yeah yeah， 欢迎 Match 到你了。边走边跳，边走边跳，边走边跳，绕圈跳。欢迎 Match 第一队。你家你家，你们真的好嘞！阿伯阿伯，阿伯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他干的。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对教官？没有，就还是很讨厌他。啊，导播特写给他，跟教官讲话，用柔性的，小朋友不能有仇恨，柔性的，对 对, 對，你要跟教官讲说你会改善，然后大家请他态度不要这么凶，来，导播特写，就是我会改善，我会去把我头发烫直，对，请你不要再讲话难听了，对，我会乖一点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就这样子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那谢谢这三位，谢谢。那其实刚刚那个就是有态度呈现了。